五个颜色我上次在影片上已经试色过给大家看了，所以如果还没有看到试色，请点去连结看一下试色，因为我就是没有空一直试色给你看。哦，我不会画阵营，因为这太难驾驭了。你一定可以驾驭 OK， 因为这就是世俗最爱买的大地色系。我是 Oprah，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上次我 G Market 开箱文介绍的 BBIA 的眼影。为什么我要特别介绍它？因为它就是好用到值得愿意为它多拍一个影片。这个折合台币一个才110块，我会把开箱文跟它试色的连结放在一个角角，大家自己去点开来好不好？大家自己认真一点，不要当伸手牌。OK， 这个眼影呢，总共有五个颜色，那五个颜色都买，总共花了550块，折合台币约550块钱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。然后它纸盒也是高级的雾面的纸盒，只是它里面就是那种一如往常他们家的塑胶设计，我觉得呢不会不好用，而且收纳其实算蛮方便。就我这次去宜兰旅行，我也是把五个都丢在那个化妆包里面，但是非常的省空间。那如果你是那种更想要省空间的人，其实你可以看那个网络上有很多那种，就是他教你怎么把这个银色拉出来，然后放在你可能 MAC 啊，或者是像那种 Salon 那种铁盘，就是你弄一个磁铁吸在背后，你就可以把它弄成整个眼影盘，也非常的方便。但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它的包装，我觉得有一点可爱，所以呢我就不会把它弄成那样。然后我今天呢，包含我的眉毛跟我的眼影呢，都是用 BBIA 的单色眼影画成的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。好，那我刚刚眉毛呢已经先用他们的那个单色眼影画好了，然后我眉毛刚刚是用大致是用五号色这个咖啡色雾面，它带有 VV 的一点光泽感。然后眉头的话我就是用三号色比较浅棕色画好。画眼妆这件事真的没有这么的难，就希望大家不要再一股脑的把脏颜色画在脸上然后就出门。因为我觉得台湾女生呢真的非常喜欢就是盲从，然后就是你眉毛愿意花很多钱去雾眉，但是你眼影却是随便乱画，或者是眼影就是眼线就是画的飞天高，这种我们真的不要做这种事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眼影呢一盒只要100块，如果你非常就是用非常非常简单，就是你就算不用刷具，好，我今天全部用指甲手指，好，我全部用手指画，我们也可以达到就是好看的效果，好不好？那大家就跟我一起画吧。这五个颜色我上次在影片上已经试色过给大家看了，所以如果还没有看到试色，请点去连结看一下试色，因为我就是没有空一直试色给你看。也太嚣张了吧。 OK， 好，那我现在就想要画给大家看，就是近期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干燥玫瑰。我不知道这个干燥玫瑰可以炒到什么时候，但基本上干燥玫瑰土色就是你知道秋冬这种枫叶色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它应该还可以再炒个一年半载的。那我今天呢就是试这个四号色给大家看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呢就是 beautiful。 OK， 那我就把它当主体色来画。好，那眼影的部分呢，就这个当主体色，这个颜色就是很漂亮的土色。那我刚刚就说我要全部用手指沾，那我就真的全部都用手指画。好，拿出我的小镜子，直接画在我的眼皮上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系列呢叫做 Cashmere。我觉得它叫 Cashmere 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质地真的太柔顺，就是画上去你会觉得哈，这是一种棉花糖的感觉吗？太舒服了，有没有？而且非常非常非常好晕染。你晕染开来的时候啊，就是眼睛自动会有一个渐层的颜色，就是你把最重要的颜色叠在下面，就是最重的颜色叠在上面，然后慢慢的往上，这样 Z 字形的往上刷，它很自然就是会有一个渐层晕染感。哼，超简单的，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眼影难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再把这边也补起来，一样是从睫毛根部开始慢慢往上带。慢慢这样晕开，晕开来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今天就是你真的没有空，你就是没有空。OK， 我就是百万富翁，我忙得要死，我没有空化这个妆的话呢，我 Kim Kardashian， 我都是要人家帮我化化妆的话，基本上你这样就是好了，好不好？如果就是你不行的话，那你就画个睫毛，或者是你本身有那个重睫毛，那你这一切你就可以出门了。OK，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颜色非常非常好看。然后这个话呢，我的话呢，然后我会再用这个五号色，就是我刚刚眉粉的这个颜色。好，因为我想要它在我的眼尾的部分，让我的眼褶就是看起来比较深邃一点，我就会用我的小拇指，然后一样要把鱼粉敲开，
然后从眼尾这个部分，睫毛根部上弯，慢慢往上拉，这样有没有？然后记得这种颜色啊，它很有可能，因为它是偏雾面，它几乎你看不到它的亮粉，所以你一定要少量多次的上，因为你如果一次这样一扑哈弄下去，你有可能整个眼妆都会毁掉。然后我会再沾一点点呢，画在我的下眼尾的部分，一样是三分之二处，三分之一啦，就是这样浅浅的。你如果有刷子真的更好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刷子，就是拜托不要说那种手指画出来会很丑，真的也不会。其实手指就是你就是比较轻巧的画的话，其实手指也可以完成很简单很漂亮的眼妆。 OK， 这样画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就会用这个亮粉色01或是2是金色，然后01是玫瑰金。那因为我比较就是那个走一些少女的风，那我就是用01这个玫瑰金，一样沾一点点在手指上之后呢，点在眼皮正中，就哇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亮粉？这你根本就是 disco ball 啦，好吗？然后这样子慢慢的点上去。我现在开始化妆也才大概三分钟吧，扣掉如果我需要讲话的话。那你这么看起来这么高级的眼妆，其实超简单就可以画完，有没有？很简单，一个渐层感就完成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还想要画卧蚕的话，建议你就还是要拿一个小刷子，或者是棉花棒也可以，或者是海绵棒，什么什么都可以，或者是你去把你的小拇指洗干净，然后沾一点点亮片色，画在你的卧蚕上。全世界就看你一个人了，你就是 Disco Ball 本人。好，这边也是扫上一点点就好啦，超级超级简单。我真的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说眼影这件事情很难，非常非常的简单。我拉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一个超简单的渐层眼妆，够不灵但是又够简单，然后看起来就是不会像是随便画画，感觉你是花了两个小时画这个妆，其实我才花了两分钟。好，基本上这个妆呢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，用手指其实也可以简单的画出眼影，但是用刷具一定就是在某个部分上也可以帮助你。所以就是，如果你没有钱买刷具，但是你却有钱买眼影的话呢，那用手指或是棉花棒，甚至是用海绵棒那种，就是你知道美华泰保养那种一整大包，可能才50块那种很烂的海绵棒，也是可以完成的。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气馁，好吗？OK， 那今天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，差不多大概6分钟内就可以结束的一个影片。就想跟大家说，这种单色眼影啊，雾面的可以用来画眉毛，然后亮粉或是其他颜色你可以画眼影。所以今天我的眉毛就是用他们的雾面单色眼影画的，然后眼影呢就是用其他颜色画。我觉得 BBIA 这一款，我自己在 G Market 买，折合台币一个大概才110块而已，非常非常的推荐。五个买下来才550块。那如果你跟朋友一起凑免运的话，那等于你550块买到5颗眼影，而且这5颗眼影真的是随便每个人都一定可以用，你绝对没有办法跟他说哦我不会画这眼影，因为这太难驾驭了，你一定可以驾驭。OK， 因为这就是世俗最爱买的大地色系。OK， 而且画起来非常的显色又柔顺，好画，非常好上手，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那如果有兴趣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喽。